所到之处都是沾染着艺术之香的地方。艺术家们和当地居民共同创建的李仲燮文化街上林立着汇聚看点、小吃和娱乐项目的特色咖啡屋。将见到作家的散步路、后续作品的这个地方，像是从童话书中出现的风趣户外公园，正在迎接大家的光临。它就是位于此处的37号作品《冀州光路》，象征冀州的风和马，以冀州之水作为主题的数码荷花池白鹿潭，可以观赏从利用人造树铺设的室内人工丛林，到表现畅游其中的 LED 鱼的丛林等4件作品。是既能欣赏美丽的艺术作品，又能和相爱的恋人、家人以及朋友边聊家常边创造幸福的地方。此处难道不正是所谓的乌托邦吗？下面继续向马路对面的社区中心 GO GO。